中国的在林口的深山里找到一个失传已久的孙悟空金箍棒。传说中它总共有999公吨，只有力大无穷的人将拿起。然后今天有名男子打算挑战他，让我欢迎平先生出场。平，喂平。好像有点困难，究竟他有什么绝招要使出来呢？